近几日，各大娱乐盛典一个接一个，各路明星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在红毯上争奇斗艳。尤其是胖惯了的赵薇，在前几天的某盛典上，一袭紧身的小礼服，大秀身材，网友们都直呼这真是瘦成了一道闪电啊。其实在生活当中，赵薇并不算胖的，但由于镜头有放大的关系，所以在电视上看起来胖了一大圈。其他女明星不用说，那就更瘦了。本期抛开那些明星团队的精修图，没想到在路人镜头下的明星居然都这么瘦。你觉得谁最瘦，谁最好看？一 Angelababy， 二赵薇，三蒋蜜，四刘诗诗，五赵丽颖，六郑爽，七刘亦菲，八顾丽内扎，